你们好，大家好，我的一年级的学生，今天2020年12月24日24号，星期四，2020年12月24号，好吗？那我们今天学习内容是什么？我们今天学习的内容是，还是一个文具，一个文具，就是在你们的资料，从你们的资料找一下这个，好吗？是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呢？今天星期几？我们是为了了解时间，我们把时间分了部分。我在这里刚刚读了2020年，年的意思是什么 ？Year， 一年有12个月是吧？一年有12个月，那一个月有几天呢？有三十天。那一个星期呢？星期一个星期有几天呢？有七天。Yeah. 七天 ,Sunday, 星期日 ,Monday,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。那我们问这个时间的时候我们说今天 ,today, 今天 ,today, 今天星期几？对，今天星期几？这个什么意思呢 ？What day is today? What day is today? 那今天，比如说今天星期几？今天星期四 ，Tuesday， 星期四。再加一天的话，如果 Friday， 星期五。星期五是 Friday。 好，那我们了解这个一个星期里面的是哪一天，我们了解这个的时候就问一下今天星期几。好，我们一个一个的来看这些汉字。今这个汉字你以前学习过，天你也以前学习过，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八个笔画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九个，五六七八九，好吗？九个笔画。这个呢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个笔画。这个几呢？一两个笔画，好，就这么简单，好吗？你的作业有一二三四个，三，对不起，这个是一起的，三个汉字，看看啊，星七，写这里啊，不要忘了你的作业，几，好吗？就这样子了。今天星期几？今天怎么回答呢？今天星星期，今天星期一，或者星期二，星期三，星期四，星期五，星期六，星期天，或者星期日，这两个是一起的。星期一是 Monday， 星期二 Tuesday， 星期三 Wednesday， 好吗？回答的时候就这样回答。今天星期几？今天星期四。
那就学到这里了，今天非常感谢大家，再见。